Hit cut back the luck. Dota, ready, fight！ 赢两局的交锋，摧毁者阿伊丁对铁拳歌王高俊彦第一回合。啊，一老一新，双方是8岁的年龄差距。是的，这场比赛真的双方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特别是对于高俊彦来说啊，自己是缠斗风格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自己有多年的作战经验。那这种经验在现在的新秀代表性人物阿伊丁身上能有多少的展现呢？还有就是阿伊丁能否走出上一场比赛失利的这种阴影，能否再次的重回胜利之路啊？其实确实是两位选手应该是两代不同的这个综合格斗选手之间的代表。哦，非常危险啊！看到阿伊丁的藏头抡摆，因为阿伊丁呢，肯定上一场比赛之后呢，做了很多的总结和补充。那么对于高俊彦来说，这场比赛能否真的是做到赛前所说要做强势登陆 JCK？ 没错，那么两位选手虽然都是摔柔体系，但是风格真的是完全不同。是的，刚才高俊彦的前手刺拳是结结实实的打到了 IED。 没错，调动他，调动他。连续看到上下结合，看到 IED 呢，右眼已经是刚才也是挨到了非常重的来自于高俊彦的直拳。阿伊丁刚才的身体和头部的连接非常的危险。是，双方的这种打拳在拳法方面摧毁力也都是旗鼓相当。对于高俊彦来说，这种长达8年多出8年多的大赛经验，是自己这场比赛的最大的优势。两位选手开场之后节奏是非常的迅速，那么这个节奏其实对于阿伊丁来说的话，年轻选手可能会更有一些优势。是的，这场比赛呢，对于阿伊丁来说，24岁真的是新秀的代表性人物，能否打得出自己以往当中这种非常灵动的打法风格？是，这个灵动来形容阿伊丁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是的，那对于高俊彦来说因为阿伊丁现在所做的可以说是一切高俊彦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阿伊丁会做什么。下潜，但是高俊彦呢是直接让下潜的在第一落点呢可以说放慢了这个落点的节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把阿伊丁放在龙云体系特别擅长的蝴蝶防守。没错，这一看果然非常非常巧妙。现在说对于阿丁来说呢，想要去过腿，看似这种似过非过的这种临界阶段呢，其实高俊也是非常善于利用啊。确实这个8年的经验真的是双方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距。是，看有非常多的技术组合，阿丁现在持续的想要做旋转过腿，但是你看总会落到高俊彦的回防当中。没错，高俊彦刚才的这个回防非常迅速，可以说做的是滴水不漏，最后还是在半防的位置当中。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地面上的战斗，之前的话阿伊丁已经说过了这个柔术我不比他差，而且摔跤我要比他强。是的，那现在高俊彦在下位，确实阿伊丁在上位想要去过腿拿到更加优势的体位呢，确实高俊彦给他很多的麻烦。阿伊丁看怎么样去转换自己的打法，拳头。高俊彦确实这种转胯的能力，行云流水一般，没错，回防能力，从单防到拳防几乎是无缝衔接。是的，现在看到高俊彦的下位的封闭式防守，踩胯的结合。现在对于高俊彦来说呢，其实他最想要的还是要拿到一个扫翻的技术，从下翻上，这样的话呢，在上位，特别是拿到侧方位控制，
这才是对于高俊来说呢是最为想要的一个结果。没错，这边的话也是开始去蹬胯，不要轻易的去让高俊也去转这个转胯，因为他做的这样的一个布置真的是神鬼莫测。看一下，小心三角，高俊也现在不出三角，而且是非常刁钻。看，现在对于埃丁来说呢，他一直想要拿到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现在从高俊又开始想要掏一个木村。木村吗？是的。埃丁放手搭扣，现在高俊还是不停的去想要拿到木村的把位。埃丁破解，十秒钟的时间啊，时间就在双方的缠斗过程当中悄悄的过去了。上面砸拳，现在其实在第一回合当中啊，对于高俊也来说啊，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回防能力，但是对于双方啊还可以说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没错啊，因为埃丁的想要拿到更好的控制体位，还是每次都被高俊非常熟练的回防能力化解掉，但是高俊也在下位也比较难拿到两个扫把啊。双方的在拼拳的阶段，埃丁的抱腿，高俊也你看，他会让本身第一落点非常快，他让去再去慢了一拍，所以说从真正纯战力一横一竖之间，从没有倒地到倒地中间啊，还是有非常多的细节技术可以去做。没错啊，其中的学问真的是太大。银两级的对决，摧毁者埃丁对铁拳歌王高俊也，双方即将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交锋。好，第二回合看双方在战力的阶段将如何开场。可以说双方在战力的比拼呢可以说是五五开，因为双方也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拳击的实力和水平。嗯，没错，阿伊丁呢可能他的进攻的频率很高一点，但是打击效果这边应该是站在高俊的这边。是的，推开之后再打非常的不错，打两头。是的，高俊也经验非常的丰富。阿伊丁这场比赛其实阿伊丁他也没有能够去打出来自己的，再一次的抱腿，但是这一次高俊也防得不错，做一个转换，双方落点一个挑翻，是上背了险些。好，现在是高俊也拿到了死亡卡脚的上位位置。好，看一看转换到上位之后高俊该如何去挤压对方的身体。是的，现在对于埃丁来说呢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高俊也是极为擅长这个位置的连续组合技术。没错，高俊也的职业生涯当中降服率呢是达到了57%。拿背，拿背，谈一下，拿背。哦，就这样悄悄地爬上对手的后背。是的，所以说啊，看到这个时候，高俊也凭借他的经验，狗腿，谈一下，另外一条腿想要去逃脱，想要逃脱，想要逃脱，再一次的抱腿，举起。到了自己的边角，到了自己的边角，砸摔，大力的砸摔。嚯，这年轻人！现在对于高俊也来说呢，确实在说到年轻的这种冲劲儿方面啊，肯定是埃丁啊要更好一些。但是高俊也在下位，他的这种接近于本能的回防能力，要想挂一个三角，防掉了。现在看到埃丁在上位，还是和第一个回合一样啊，自己想要去过腿是非常难的。是，那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多一些打击？但是呢，他又是也是非常去敬畏高俊也在下位啊这种挑翻能力，以及在下位的啊各种降服技部署。没错，刚才我们在下位，其实第一回合的时候，高俊就有机会去搭这样一个比较高位的三角，包括像木村的转换。那么相信阿伊丁其实也不太敢去做太深入的一些尝试。是的，是的，看到高俊也做了一个下位的双封闭防守，小动作去阻碍对方的呼吸。狮子过，悄悄的打过来，看到一下，隐蔽性啊是相当强。啊，有点可惜，想转成三角，这是阿伊丁，还是预判到了。
预判到了，切肘。我还是在推胯，我们看到不停的进行细节上的转换。马一丁，肘击，身体。那现在看到在上位的马一丁呢，他的平衡能力是相当出色，毕竟是摔跤手出身。包俊爷能够看到在下位防守有非常多的细节技术，手胯想要去坐起起身。哦，好的，那是高，确实阿伊丁啊，将摔跤的这种转换非常娴熟，往外拉。哦，换直接插挡，是的，直接插挡。现在看高俊爷如何去处理，想要桃木村，有村的把位，想要桃木村。哎，丁要非常小心了，要小心，要一定非常小心了，因为发力很有可能啊是瞬间的啊。之前我们的比赛当中就出现过这种拧身发力的木村祥夫，是的。现在再一次艾丁想要把高俊爷拉离铁笼网，哦，看一下，再一次大力抱摔。哦，我们的观众席也是发出了一阵的惊呼啊。现在对于艾丁来说呢，虽然也是拿到了一些摔法的优势，但是他面对于在下位的高俊爷还是缺少一些实质性的方法，因为高俊爷确实在下位的这种经验太丰富了。没错啊，虽然说在上位的时候我们看到阿伊丁有抱摔有压制，在场面上打的是非常的热闹，但是啊，我们真的是从实质上来看的话，阿伊丁在地面上虽然拿到压制，但是真正的办法确实有点不太多。是的，想再一次去抱，想要拿到更优势的控制位置。十秒钟的时间，对，后腿，后腿，现在，好。在第二回合当中呢，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就觉得，确实高俊也他的经验丰富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不在乎自己在上位或者下位，你把我抱倒了又能怎么样？是。啊，真的是有一种感觉，这场比赛呢，高俊爷虽然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格斗规则，但是高俊爷真是打出了这种缠斗柔术的感觉。是的，啊，尽管是在下位，但是没有太多的劣势。我们看，哎，非常漂亮的，现在阿伊丁抱腿，啊，这一次高俊爷前几次的发力还是防得不错，但是呢，阿伊丁的摔法，哎。把自己拿到自己的边角，大力的大帅，包括这一次我们看，是的。来看看，赢两级的对决，摧毁者阿伊丁对铁拳国王高俊爷，双方即将开始的是第三个回合。在前两回合当中啊，确实，双方的在攻防都是打得比较费劲，是啊，特别是对于阿伊丁来说，自己能拿到摔法，能拿到上位，但是呢，却欠缺更加有效的追击输出。没错，那么两个回合下来之后呢，我们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阿伊丁战打法的这种冲劲儿，是的，而且在比赛当中有压制有控制啊，虽然说没有打出特别高的伤害，但是全程是占据主动的，是的。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同时抛给高俊爷，虽然说老将在地面上防守的经验非常丰富，但是比赛毕竟是还要以进攻为主，那么最后的一回合高俊爷会不会拿出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效果？很有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在第三回合高俊已经是频繁利用自己的前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能看到王琦和胡斯勒图那场比赛，也是王琦利用了前促破了胡斯勒图的摔跤。没错，那这场比赛高俊会不会同样去破阿伊丁这位摔跤手？好，开始加强拳法，是的，非常密集的拳法，非常密集，身体刺后手。现在感觉啊，阿伊丁对于高俊野的这种密集型拳法的打击显得也是非常不适应。是，哦，又是这样的前促，那么这样的短促的技巧其实是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是的。那么对于阿伊丁来说，前两个回合确实有非常大力的这种抱摔啊，包括长时间的上位控制等等，但是问题是自己的体能在第三回合还剩多少，还能不能完成像
你看这一下高俊也就几乎他是没有去防的啊，没错，没有去防的。艾丁现在在上位，但是高俊也在下位还是非常积极的去部署在缠斗方面的体位转换。那么从两个回合的地面缠斗的过程来看的话，高俊也应该是能够将阿伊丁在比赛当中地面的缠斗和压制的这个套路应该是摸得比较清晰。是的，身体打击。所以对于阿伊丁来说呢，面对于高俊在下位真的像陷入到了流沙里一样，是想要去上空总是被牵制，总是冲不起来。高俊也刚才的一个挑战尝试，现在直接的是抱单腿想要起身，上面的压制还是做得非常的丝滑的。是的，因为高俊也呢他是知道自己的安全地带是在哪里。没错啊，作为一名老将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的经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总能够找到一个最恰当的位置啊。但是问题也是随之而来，如果说对方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打击和伤害，但是凭借自己很强的控制和压制技巧三个回合都占优势的话，高俊也的胜算依旧不大。是的，现在看到阿伊丁还是在上位，非常急迫的想要拿到啊更加有力的拳头，看有没有啊，还是不容易的。没错，这可能小个子跟大个有的，连续的拳法压制来自高俊也，袭击。两个人的时间，看看高俊也的打击是不是能够去反败为胜。加油了，袭击。双方现在最后的一分半，也是对双方体能的考验，再一次冲到，再一次冲到，看一下两边的平衡掌握。这时艾丁的头啊藏的是非常的深，非常的紧。高俊也是非常低位的弓箭步去防摔，因为如果一分钟接下来的时间被控制住的话呢，那可能基本上是毫无胜算了。所以说，成败再次一举。哦呦！最后的一分钟还是会在艾丁的上位控制之下结束。现在看到高俊也在下位，可以说高俊也在下位啊，艾丁在上位是可能性是非常小，能够给自己打出致命的伤害。是，但是问题现在就是说时间也是最大的敌人。没错，四十秒钟。是的，想要再去拳头。啊，一直是在防着对方的袭击，包括推膝盖。我们看到西顿防守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回到反方。啊，最后的二十多秒时间，反胯，抽腿。可以说这场比赛啊，有一点是肯定，这场比赛最终的判分将会是比较难判的，比较焦灼。不到十秒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刻，两位选手依旧是争夺的非常激烈。比赛结束了。那么，对于其实阿伊丁来说呢，也是非常想要去打出啊，像之前比赛中我们看到这种打法极为灵动、摧毁力极强的阿伊丁，但是你面对高俊也，很多技术发挥不出来。没错，啊，就像乔布老师所形容那样，高俊也在地面上的防守就像是流沙一般，让你真的是陷入一种无形的困惑。是的，啊，这场比赛的话，无论是新秀阿伊丁还是老将高俊也，其实都展现出了很高的技术。我们看看第三回合当中，高俊也的拳法。是的，这些拳法还是相当精准的。是，阿伊丁的抱摔。我们总是能够在三回合比赛当中看到阿伊丁的抱摔出现在恰当的时机。高俊也其实也是一直是在用拳法争取更大的一个打击的优势。最后的抱摔的时间，还是要把最后的判定交给现场的裁判老师。好，让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最终的判分结果。
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银量级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27-30 judge number one 27-30 二号裁判27-30 judge number two 27-30三号裁判28-29 judge number three 28-29。本场比赛三位裁判一致判定冷风胜。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win by point, presenting China.